呢招你一定识噶啦！
碑的术士。我看见了。怎么办？这么办，时间紧迫，你好，挑战者。我有两个选择。我想想。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我要考虑一下。一个俾我，一个俾你。烧吧！
我想想，我得赶快选择。燃烧吧！我的刀刃渴望复仇。我想想，一个给我，一个给你。燃烧吧！我要考虑一下。
从星辰学到什么。你打败我了。这么多的可能性，一个俾我，一个俾你。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你听见亚门纳尔的召唤了吗？愚蠢的，制造了混乱。
你面对的是贾拉克斯，南高军团的埃雷达尔领主。燃烧吧！化为骸骨与灰烬。前来报道，这本你一定要读。化为骸骨与灰烬，燃烧吧！快去图书馆找书。